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的是哪个模块呢？咱们接下来再进入的模块的话，就是关于正题的模块了。哪个模块呢？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的模块了。那房屋的模块当中呢，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功能呢？主页是一个功能，然后呢，点击搜索的时候呢，进入到这个列表页，这也是一功能。再有呢，点击这个页面的时候呢，进入到详情页面，这还是一个。除了这几点之外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还有相对功能。相对应的功能就是点击到个人的中心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我的房源这个页面吧。我的房源的这个页面当中，还要去展示一下关于用户之前上传过哪些房屋了。再有的话就是点击发布新房源的时候呢，在这里面能够去进行相对应的保存信息了，所以这是关于房屋模块当中要对应的几个接口了。那在这几个接口当中呢，咱们首先来完成的是哪个接口呢？就是房屋发布的一接口了。那房屋发布的这接口，实际上说白了，刚才是不是已经能做了？原因在于哪？原因你说这个接口跟注册类不类似？是不是跟注册是一样的呀？还是这么多的数据，然后保存数据库吧？所以这是有这样的接口，但是我们在去写这个接口之前呢，咱们得还来去讲一个不同的地方。因为我们说了，咱们在项目当中的话，咱们主要就是突出的就是业务的这个技术点的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？关于所在城区的。所在这个城区，我们说了，这个城区应该是在后端当中由数据库去维护的。然后呢，你只要用到这城区的信息的话，通通全部都要从后端数据库往外去拿。所以呢，咱们在去保存这个房屋信息之前呢，咱们先来把这个城区的信息来给它先实现出来。那在去实现城区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我们再去理解的时候，好理解，就是从数据库往外去拿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说了，这个接口咱们要讲，就讲出了一个不地位的地方，就意味着说这个东西，这个数据你是在频繁的访问的，所以我们想在这个地方呢，给你去引入缓存的概念。也就意味着说，这个数据的话，不仅仅可以从这个数据库当中往外查，还可以，我们要把它放到 write 当中也来保存一下，让大家知道有缓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所以呢，咱们把这个接口来去实现一下。那我们先来把这个实接口去实现的时候呢，咱们直接来进行定义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定义到哪呢？咱们再去新建一个对应的文件。比如说这是房屋的，就把它叫做 houses， 然后呢，在这里面我们还要去把这个 houses 给它引入过来，引入过来之后呢，回过来咱们在 houses 当中来进行相对应的定义。那在进行定义的时候呢，上面那些也有可能会用得到，所以呢一块先拿过来，省得咱们一个一个引。好，在这里面我们先进行相对应的定义了。这是关于获取用户关于获取城区信息的了，所以呢，咱们把它视图函数定出来，比如说就叫做 get area 城区的 area info， 这是获取城区。获取城区信息，那么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路由我要定出来 ，api 点 route， 然后呢，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呢，反映出来一个资源，因为就是城区资源，所以比如说呢，我们就把它叫做 areas， 是要去来获取这个资源。那相对应的请求方式是不是只有一个 get 请求方式啊 ？myself， 那 get 请求方式的话，我们不去写，是不是也默认的 get 请求方式？所以咱放到这儿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在这个接口当中，我们需要前端给我传参数吗？不需要吧。你实际上就把数据库当中所去记录的城区信息返回给我就可以了，所以回过来这里面不需要参数，必须要参数的话也就不需要获取，也就不需要进行校验，直接一上来就是查询数据库去获取参数吧。查询数据库读取城区信息，那数据库的城区信息在哪呢？我们在这个 models 这个文件里面呢，往后走，我们在这里定义的话，是不是已经定义过 area 这样的表了？所以就是在这张表当中，我们直接从这张表往外去提了。咱们首先得去引一下，从 model 当中引入 area， 引入这样一个类，然后呢查询数据库，查询数据库的话又得是 area， area 当中的 query，
query 的时候，我现在呢对于这个程序没有做别的设置，所以呢就相当于要把所有的程序都给我查询出来，也就意味着说我在里面不加过滤条件，直接 out 方式给我查，查出来的话应该是 array 的那个对象里面的一个列表吧， list 是这样的一个列表，然后呢这里面我还得去加上一个数据库的这样的处理操作。然后呢去记录一下日志信息，挨着，然后呢这里面一旦查询出现问题，是不是拿不到任何数据啊，我就给你直接提前返回 JSON file 当中 error number 对应的是 RET 里面的，比如说这是 DB 数据库错误， error message 对应的是查询数据库错误，数据库异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，那这时候再来往下走的时候，这里面是不是应该就有值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操作了。这里面呢实际上对应的是一个列表了，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就应该是把这个列表里面数据往回返吧。那你就先看了，那我再去返回的时候呢，前端这个地方需要用到的是什么东西，是名字吧。而我在数据库当中保存的时候呢，这里面有 ID 也有名字，那你说我要返回的时候要返回什么数据，我的 ID 用不用返回，我们去想一下。那你去想，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一旦返回到这里面，如果仅仅返回名字是可以，但是你渲染了，但是最终我看一下网页源代码，也就意味着说当我在这个地方点击这个提交发布房子的时候，那你在这个地方究竟是请前端把名字发送给我呢，还是说应该是把对应的编号发送给我呢，对应的应该是编号吧。你说前后端之间呢应该直接去使用的程序的编号，所以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不仅要把名字传送过来，还要把编号也传送过来，也就相当于我得把这对象里面的 ID 跟 name 通通的都往前面去传。所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都往前去传的时候，那当前这还是一个列表，列表都是一个字典对象，而我们最终要往前传的时候，咱们实际上传的还要是一个 JSON 这么一个东西吧。JSON 这个东西的话，你这个对象呢，它是不支持这样的转换成 JSON 的，只有字典才支持转换成 JSON 字符串的。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不是还得把这个对象给你转换成字典，然后呢再交给 JSON 的 file， 让它转换成 JSON 往前返呀，对吧？是要经历过这样操作。所以那我们现在呢得进行一下便利处理操作了，把里面的对象呢通通的都给你转换成字典。所以我去便利一下，取出来这个 area area， 然后呢这个对象在哪呢？ area area 这个列表当中我去取出来的时候呢，拿到的都是对象。我带你去写一下，将对象转换为字典。那我在这里面进行操作，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操作完成之后的话，然后呢那我最终在这里面往回返的时候，我要去返回的是所有的那些个字典的东西了，那这些字典我给你存放到哪儿啊，我是不是得找到一个容器当中啊。所以咱们先在这地方先找一个 area area， 它对应的字典的那个列表，我先在这里面给你构建一个容器，然后呢在这里面每转一个我往这里塞一个，可不可以啊。然后呢最终我再去返回的时候呢， error number RET 里面的 OK， 然后呢再相对应的 error message，比如说简写一下就是 OK， 然后呢在这里面再有一个 data， 这是代表我要返回的数据，返回的数据的话再直接把刚才转换成字典的 AREA 这个字典的列表放到这儿是可以的。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。好，咱们现在能在这里面进行转换，在这里面进行转换的话，那我可以怎么做呢？咱们可以做的就是比如说构建一个字典的 D， 然后呢它这么一个字典，这个字典当中呢要包含信息的，比如说还想要信息的话，我可以给它起名字，比如说写什么信息呢，起什么名字呢，比如说就起的一个叫做 AID， 就是 Area 的 ID， 那它应该是对象里面的那个 ID 值吧。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呢，还有一个程序的名字，比如说来的 ANAME， 它对应的也是 Area 这个对象里面的 NAME 吧，这两个值都是对应到数据库里面 ID 跟 NAME 这两个值了。所以构建好一个对象之后，接下来我再直接往这里面使用 append 把 d 追加进去是不可以了，能明白这个意思吧？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操作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
你把这样的一个字典对象，然后呢往这个列表里面进行转换的时候呢，这里面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方法呢，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会把这方法给你塞到这个对象当中来，就相当于我们在讲转换器的时候给大家提过了一个 to Python 跟 to URL， 我们实际上对于这个对象呢也给你可以提供一个方法，我们就在这个对象当类这个类里面呢给你提供一个对象方法，叫什么方法呢，叫 to dict， 就相当于你接下来再把对象转换成字典的时候呢，就不用你在代码当中去写了，直接调用对象这个方法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这里来，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习惯给它放到对象里面进行操作，所以这是将对象转换为字典。放到这个方法，放到这个方法当中的话，那实际上里面的代码就是刚才我们在这里面去写的这段代码吧，就相当于把这个字典拿过来，然后呢这是我先构建出来一个字典的数据，这个数据的话在获取里面的 ID 的时候呢，就不是通过它了，通过 self 吧，通过 self， 这里面呢也是通过 self， self 完成之后的话，这里面就是字典，我直接把 d 一返回就可以了，这是关于这个地方。然后呢我把这个地方做完成之后，回过头来我在我的试读函数当中在这个地方再去写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调用方法就可以了，直接去调用取出来的 error 对象 ，error 这个对象 ，LA 里面的一个 to dict 的方法，就调用这个方法直接就给追加进去了。所以这是我们做的这样一种框装。好，这是关于这样一个操作。这点操作做完成之后的话，那接下来呢，咱们先来去测试一下对应的这项数据。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里面。咱们让程序去运行一下，好，已经这样的重启了。回过来呢，咱们在这 postman 当中进行测试，相对应的就是 API 里面的获取的是 areas， 然后呢是以 get 请求方式来进行查询获取，对应的这个请求头的东西我给你勾掉，然后咱们 send 一下 ，send 一下之后，我对应的是 areas 吧 ，API areas。这么久没数据，它应该也要有请求过来的呀。我们来看一下在哪儿呢 ？Area 啊，我导了，在这个地方导过了。那我让它这个程序重新启动一下。run server 一下，然后呢咱们再来一下 API V1-0 areas， send 一下， send 一下刚才这个重启的问题。你先来看一下这时候返回的数据呢， data 是不是空的， error message 都是 OK 的，代表我们没有数据。那这个数据哪来呢？咱们给大家去提供测试数据。我们把这个地方呢，测试数据呢我已经给你写一个 SQL 语句了，咱们直接放到咱们的工程文件里面来，就相当于我在这里面呢再给你提供一个 SQL 语句了。 SQL 语句当中呢，这里面就有相对应的程序，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页面注册页面的时候呢，发布页面的时候呢，还有可能会用到这个设施信息了，所以设施信息我一带的连同的这个测试语句都给拿过来。所以咱们要做的工作呢，就直接把这个两句话复制一下，回过来在数据库当中插入一下就可以了，去粘贴让它去执行。好，相当于就把这个程序跟这个设施都插进去了。咱们 select 一下 IHAREA， 然后呢 info 这张表看一下程序是不是都有了。程序都有了之后，我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下 send 操作，这时候再看一下相对应的程序 AID ANAME AID ANAME 是不是都有了。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。